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，欢迎收看部落冲突第32期视频。小趴很久都没有录部落冲突了，所以说今天上线来录一下。现在在打这个部落竞赛，但是我们的副首领没有带小趴，所以说这一期我也打。哎，哦，对，没有带我。所以说我也打不了。好，咱们看一下防守日志吧，看看最近谁打我了。哟，我去，满了，但是崩溃了，是个 bug。 这资源车不能点呀，那别人打我怎么办？别人打我的资源我是不是就没了？把我的城墙升级一下，然后看一下防守日志。这都是老外打的我，咱们参观一下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，满了呀！再升十本了，我去撬一下，复仇一下。已启用护盾无法攻击，已启用护盾无法攻击。40万还好吧？只搞了8000圣水，这他喵也太亏了。